三姐妹都各自在演艺圈发展，她们的一举一动也受到大家关注。倪妮最近在社群发文分享了在杭州入手爱马仕，不料却引来酸民攻击。有网友在她的贴文底下留言，直说倪妮就是一事无成，还很爱公开炫富，买一堆超出经济能力的包包，又死不承认靠着妹妹欧阳娜娜才变得有名。这番话让倪妮不忍了，亲上火线回呛网友干你屁事。她反问自己趁谁的名气跟对方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只问酸民难道是羡慕我有妹妹吗？才留下这样的恶评，对人生有帮助吗？别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，还是好好想想要怎么赚钱买爱马仕吧。事实上，欧阳妮妮并非第一次在社群跟网友互呛，该名网友先前曾建议她低调点，放弃明星梦才不会让人反感，但欧阳妮妮一样直接反击，对于她勇敢为自己发声直率的态度也获得其他网友赞赏。you